哥哥，要不要上去喝杯茶？喝茶？这哪里是喝茶？这明显馋我身子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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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说好啊，我们只是喝茶，喝完我就走。哥哥，我这么努力，你却说这种让我无法再忍下去的话。我操，这架势不会是要偷偷怀孕惊吓所有人吧？那是什么？不是吧？难道这也算茶？别这样，这超出可不范围了。老爷，小姐在外面鬼混就算了，还带到家里来，这成何体统？喂喂喂，你爸妈来现场捉奸了啊？喂，你快别沉迷我的美色了，行不行啊？哼，这下我看你还怎么继承家产？你怎么回事？一点眼色都没有，没看到年轻人在论道吗？给我滚出去！小友，好好享受这幸福时刻啊！争取明年我能抱上大孙子。不要啊！哥哥，闭上眼睛。这四楼铁门，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！